大家好，我是渥太华宏宝地产的创始人薛如冰。一转眼呢，我们2021年已经过去一个季度了。上个星期呢，我们渥太华的地产局公布了最近一个月的房地产数据报告。这个报告一出来呀，引起很多人的这个很大反响，说渥太华现在房子涨得实在是很凶。那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渥太华地产局公布的这个数据情况。我们把这个数据分成三类房产来归纳。到2021年的3月31号呢，现在独立屋的平均价格是76万7916，比上一个季度，也就是2020年12月31号，上涨了30.6%。成交量方面呢，上个月的成交量是1139套，这个数字啊，比去年的同期上涨了41.1%。那跟今年2月份相比呢，独立屋的平均价是76万7916，那现在的价格比上个月是涨了6.6%。再来看一下 row unit 联排别墅类的情况。目前呢，我们的一套联排别墅 freehold 的哈，就是不收管理费那种的，它的均价是625300，这个价格呢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32.5%，比上个季度上升了15.6%，和上个月比，价格是上升了2.8%。成交量方面呢，三月的成交量是434套。这个数量呢比去年同期是上升了61.9%。再来看一下公寓类的方面，目前呢渥太华一套公寓平均的价格呢是43万7041，这个价格呢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17.9%，比上一个季度上升了22.8%，比上个月上升了7.2%。成交量方面呢，上个月成交了580套。这个数字呢比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65.2%。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我们的上个季度公寓的价格是上升了22.8%，而去年同期到现在是上升了17.9%。这个数字呢就能表达我们的公寓这在这一年中经历了一些变化哈。自从疫情开始以来呢，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到年底的时候是有一些波动的，它的价格是有受影响的。但是今年年初开始呢，它又迅速的反弹，比去年的这个时候比还是上升了17.9%的。但是呢，可以看出我们转入2021年之后呢，这个公寓上升的速度是加快了的。那我们上周的数据一公布啊，很多人就抱怨了，说现在的房价呢涨得太快了。那现在入市呢会不会是一个顶端呢？我一买上了，然后这个房价就会面临这个下跌这个状态。非常理解这些买家的疑虑，但是呢，面对现在啊世界和这个加拿大本国的这个的经济走向来说呢，房价肯定还是会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大家知道美金作为一个全球的货币单位，因为这次疫情啊让美国大量的印钞，那这个美金呢肯定会产生通货膨胀，那这个膨胀呢其实是全球人民都在一起为美国来买单。再有呢，加拿大方面大家都知道呢，4月11号加拿大联邦政府呢通过了一个自由党提出的全民基础收入计划。这个计划呢是提倡政府每个月向每一位国民提供2000元的基本收入，以确保国民在这个非常时期啊能得到经济上的帮助。那这个政策一公布呢，很多人都说了，政府啊现在在养懒人，这样下去呢会让很多人都不想工作，只会导致社会的这个瘫痪啊。但是呢，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讲，政府这么做呢还有一个他真正的良苦用心，就是呢通过发钱来刺激消费，以保证呢经济的活跃度，来防止疫情过后这个经济大萧条的到来。不过呢，不论政府是什么目的，
我这么做的结果只有最明显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货膨胀。我们现在即将面临的就是一个泡沫盛宴的年代。那我们手上的货币呢是面临着贬值，那如何能让我们手上的这个资金不被这个泡沫给淹没呢？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把你手上的资金去买一个可以和通胀一起涨价的这么一个产品。房地产呢恰恰就是一个最有这个特质的一个有形的产品。简单的说呢，就是如果想让自己手上的钱不被这个通货膨胀给吃掉，那就需要把钱放到一个固定资产中去。而这个固定资产的特质呢，就是要能跑得过通胀。所以呢，如果您不想让你手上的这个资金呢被这次扑面而来的通货膨胀而吃掉的话，那您尽快呢就需要把手上的资金变成资产。那有的人又说了，我现在入市的话，如果真要是个顶端，然后一买上去房价跌了怎么办呢？这个呢大家买家可以自己衡量一下。只要您在持有这个房产期间你供得起它，那么在房价下跌的时候呢，你不把它卖掉，那这个有形的资产呢就会一直在你手上。所以要看一下，如果自己真的是买了这个房子然后生活都成问题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可以做一些别的资产的投资。但是呢房地产呢肯定是一个可以有形的 tangible 的资产。再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所有的投资啊都是有风险的。那房地产呢其实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这么一个理财产品。短期的涨涨跌跌呢其实并不影响你全线就长线的这么一个投资的回报。只要呢在市场跌的时候你不把它卖掉，在手里放着，而你自己又能供得起它，那这样它最终还是肯定能跑得过通胀的。好，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如果您呢想尽快进入渥太华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欢迎随时联系我们宏宝地产。再见。